我们注意到有台湾媒体报道呢，解放军军机九号、十号、十三号是连续进入台西南空域。对此，台对外交往部门及军方是分别召开记者会表示反对，并声称已将大陆威胁信息通报相关国家。那请问发言人对此作何评论？谢谢。台湾是中国啊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解放军的有关战训活动，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。当前两岸关系更趋复杂严峻，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是始作俑者，他们挟洋自重，甘当西方反华势力打台湾牌、遏阻中国发展的棋子，不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，大肆鼓噪并加紧推动一系列谋独活动，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。他们不断进行挑衅，是威胁制造者、麻烦制造者。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。解放军的行动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，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的。有人感受到威胁，只能说明他们企图勾连外部势力搞分裂。台独是绝路，台独分子损害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，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敌人，只会给2300万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。台独分子颠倒黑白告洋状，并企图以此绑架台湾社会，只能进一步暴露出他们邪恶的本质。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，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。我们有决心、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活动，坚决维护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坚决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。